这个有没有浮雕？打的现在这个有没有浮雕？有浮雕是吧？啊，这是打浮雕的呀。是白彩一次出来的吧？对对对对。好像是手机拍的更好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拿一边去啊，要录一下效果吗？喂。这个是白彩一次出来的，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透明壳的反面，直接是有白墨的。